法师，诸位同学，请坐。今天有39个提问，首先香港同学有5个提问，第一个，道场大众用餐本有固定的时段，请问如果在非用餐时间有新来的同修，或者有个别的情况希望在道场用餐，而道场本身呢也有多余的餐点可以提供，请问道场是否可以方便供餐同修，或应坚持非用餐时间呢不提供用餐盒的做法？这个事情呢是个慈悲心的事情。老祖宗讲啊，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佛常常教我们设身处地替对方想，问题解决了。如果我今天是一个新来的新到道场来参学的同学啊，到这个地方你们吃饭吃过了，我没吃饭，我希望是怎样的？希望道场照他的规定，还是希望道场能方便呢给我一个饭盒？你从这里想，问题解决了啊。所以处处为别人想，天下就和睦相处，什么问题都解决。所以处处坚持自己的原则，是不是正确的？是正确的。但是佛每一条戒都有开源，不是死板的啊。这是佛陀令我们尊敬的地方啊，连杀盗淫妄都有开源。如果说是死在戒条里面，一定要这么做，绝对没有开源的。这是犯戒，不是持戒。戒律是应当开的时候开，不开就犯戒；应当持的时候持，要是开了就犯戒。这是智慧呀！啊，但是现在问题是，现在大家没有学过戒，也没有人讲戒，根本就不懂啊。这个就叫迷惑颠倒，迷惑颠倒做错的事情就太多了，造作的罪业统统有果报。不能说是我不知道我就没有罪，这是讲不通的。不知道罪轻，知道的时候明知故犯呢最重啊，通通都有罪啊。如果以慈悲心呢啊，这个人刚过的时候我愿意供养他，我愿意代他受罪，这个人就是菩萨。佛菩萨也尊敬他啊。为什么呢？慈悲心出现啊，我宁愿受处分，我也要帮助他啊。所以这个佛家讲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啊？我为什么下地狱呢？我原来要帮助众生救苦救难啊，我宁愿下地狱。这是地藏菩萨的，不是普通人的啊。所以这个道理啊要懂啊。如果我今天是道场的这个管理管这个事情的人，我会全心全力照顾。为什么呢？
既然照顾人饮食这个茶水，我就要做得很周到啊，能有慈悲心呢，对道场来讲呢是天福啊。这个道场里面好的风气传出去之后，别人对你道场尊敬啊。如果说是非常严格，人家说那个道场上戒律严格，但是怎么样，没有人情啊，不通人情啊。你是很严格，做得很如法，实际上如法也不见得如法啊。我们学佛学了这么久了啊，你真正懂得开车吃饭，那叫如法；不懂开车吃饭，照着自己意思叫一意孤行，不如法啊。这都是值得我们要反省的，要检点的啊，应该要怎么样改良啊。要是我的话，道场这么严格，我会带他到外面去吃，我请客请他啊，这个都是应该的。为什么呢？我希望别人这样对我，我就会这样对人啊。我不希望别人这么对我，我就不可以这样对别人啊。所以设身处地替人想，这是菩萨，处处为我想，为我道场想，为我家想，都是属于自私自利，这个要懂得了啊。学佛没有别的，学智慧啊。同学当中也可以如此，如果同学看到的时候啊，我们是同学啊，道场有没有不没有这个照顾到的，我看到了，我们就有义务啊照顾他啊，这个都是应该的。人没有别的，爱人呐 啊今年这个元旦，我写了一句字给大家共同来勉励啊，希望在今年呢，我们学到谦虚啊，谦卑，希望呢能学到尊重别人，爱护别人，关怀别人，照顾别人，帮助别人。我们有没有做到？需要帮助的人要帮助他，需要关怀的人要关怀他。哎，这个人行菩萨道啊，这个人是世间的善人啊。我没有看到这个事情，我看到这个事情，我不会说是不帮助的啊。第二个问题是，请问何为心病？六道凡夫都有心病啊。什么叫心病？心不正常了吗？啊，什么人心里没有病呢？阿罗汉以上啊，他们的心没有病了啊。心里最严重的病是贪嗔痴啊，我们常讲的自私自利的心啊，是非人我的心，共高我慢的心。那么要照六祖大师坛经里面讲的十恶八邪，一切不善的习气全是心病啊。佛菩萨的教诲完全是对治心病啊，叫我们
修十善，断十恶。啊，这些年来，我们提倡，从根本修起，学《弟子规》，学《感应篇》，学《十善业》，学《沙弥律仪》，全都是治心病。啊，心理健康了，不但你身体健康，你家庭和睦，你的影响呢，就是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啊，世界为什么这么乱？众生为什么这么苦？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心病了。啊，这个要懂得。下面一个问题是，为何有些人特别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应如何修学才能在大环境磁场不好的情况之下不受影响？这个问题问得好。不但是佛门同学啊，事法里面做人都不例外啊。那么今天外面的大环境啊是什么呢？是争名逐利。啊，俗话说，一切向前看。啊，把金钱、名利摆在第一位，好像做人呢，人到世间来干什么？就是干这个的，就是争名夺利的。啊，是贪嗔痴慢。为正常的啊，啊，自私自利啊，不是天经地义啊，哪个人不自私自利？啊，连前几年何寿信访问我的时候，都提出这个问题。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就好像是人为自己。贪嗔痴慢应该的，现在确实大家都是这个想法了啊。所以这个世界动乱，灾难这么多，生活过得这么苦，原因就在此地啊。这个大环境呢，不仅是这个地区，全世界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你普遍看到的都是这个状况。啊，怎样能够啊不受干扰、不受影响？那你的道业就能成就了。啊，不但成就道业，在事法里头，你所经营的事业一定要成。你的家庭和睦，你的生活健康快乐，不受影响啊。这要懂得防范啊。最重要的要亲近圣贤啊，《弟子规》里面讲啊，亲近圣贤呢，你才真正得利啊。
啊，你看看世出世间大圣大贤啊，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处世待人接物，值得学。现在这个世间人亲近圣贤的人少了，很少啊。我们学佛的同学要发心带头啊，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啊，不仁的人，造恶业的人，不要去批评他啊！为什么呢？他愚痴，他没有亲近过圣贤人，他不懂啊！你去干涉他、批评他，反而结怨啊！他不会回头啊！他不会改过，他认为他那是正确的啊！尽量呢，自己做好啊，去影响。影响不过来，那就是个人因果，个人负责啊！你想帮他，帮不上啊！啊，这个要懂。佛菩萨救苦救难，救不了他啊！这佛家常讲啊，佛不渡无缘之人。什么叫无缘呢？他不相信，他不会接受啊！不相信不接受就不能给他讲啊，讲的时候他起反感，造的业更重啊。所以说是慈悲呀，不说也是慈悲啊。他欢喜接受，你不说他那不慈悲啊，你要说他，他欢喜相信，他能接受，改过自新。不能接受的人说他也是错了。啊，你不应该说。啊，你说的时候他起怨恨心。啊，所以这个言语啊有分寸的。那么接受圣贤教诲之后，你有智慧了。这个外界啊，尽量啊不接触，你的干扰呢就会降低了啊。今天这个社会可以说是干扰人最严重的啊，一般人已经被他麻木了，没有感觉到他在干扰你。什么东西？电视、网络啊，电影、歌舞、音乐啊，报章、杂志这些东西啊，对我们的精神干扰非常严重。精神受干扰，身体啊自然就受影响啊，头脑不清楚了，胡思乱想啊，他就造罪业啊。所以说佛家讲魔来干扰，哪些是魔？这些都是魔啊，你不认识他，你把他当好朋友啊。那明白之后呢，我们尽量呢不接触他啊，不接触他照样生活得很好嘛啊。我对于这些东西啊断绝了40多年了啊，没有看过电视，连报纸杂志通通都没有
啊，有些讯息都是同学从报纸上剪一小块，哦，告诉我现在有什么小灾难啊，希望我帮助他回向。就是说尽量的减少接触啊，日常交往朋友交往来的时候，善友可以常往来，互相勉励啊，他有这个习气毛病很重的，我们敬而远之啊，远不是说距离他远远的，那就错了啊，不是这个意思。原是什么？不可以跟他学啊，见面还是很客气啊，希望说我们做得很正，去影响他，不要被他影响了啊。如果觉得自己功夫不够会被他影响的话，那就尽量回避啊。总而言之，见面一定要恭敬，这样就对啊。要写这个问题，我们在讲经的时候常常讲到啊，多听经对你会有很大的帮助。下面一个问题，如何在静缘中去除贪嗔痴？这个我们也说的很多，常常都在讲。静是物质环境，缘是人事环境啊。环境里面有顺境有逆境，人事环境里面有善缘有恶缘啊。会修行的人，这个环境对我们都有好处啊，不会修行的人那要回避啊。这个大乘跟小乘区别就在此地啊。小乘呢是尽量的回避它啊，大乘不回避啊。在顺境善缘里面要提，常常提醒自己不生贪念，你看这不就断贪嗔痴吗？啊，人在顺境善缘里很容易起贪心，啊，贪、愚痴都起来了，啊，这堕落了，常常想到贪心。不管贪什么，贪佛法也是贪心啊。贪心佛讲得很清楚啊，你将来到哪里去啊？魔鬼道啊，啊，贪心是魔鬼啊，愚痴是畜生啊，嗔恚是地狱啊。啊，嫉妒、嗔恚都是造地狱的业因啊，尤其是在佛门里面最怕的是什么？怕障碍别人呢学佛啊，这个最重。你看发起菩萨殊胜之要经里面讲的啊，一开端世尊就举这个例子讲啊，啊，无上陀罗这个陀罗的故事啊，两位出家的法师啊讲经说法啊，讲得很不错，法缘很殊胜。
啊，皈依的人多，供养的人多。啊，另外有一些法师卧比丘看到之后就起了嫉妒心，啊，造谣生事，破坏道场，让这个听众对这个讲经的法师发生了疑惑。啊，这个破坏的卧比丘死了以后堕地狱了。啊，地狱他感受的时间长啊。啊，在人间来讲呢，18000年。你说造罪业很容易啊，挑拨是非非常容易啊，啊，可是果报很凄惨呐，啊，18000年之后他才再得人生，啊，得人生是什么呢？贫穷下贱，啊，因为破坏人家这个学佛的机会呀，他的果报是愚痴。啊，凡是事情它是相对的对应的。啊，我障碍别人的利益，这个利益是属于财无，你就想的时候将来自己就短缺财无，啊，受贫穷之苦，障碍别人闻法，那将来就没有智慧。啊，障碍别人的法缘，那自己就非常可怜。为什么呢？生生世世啊，得不到别人的帮助。啊，你总看这个相对的。啊，那佛教导我们。我们明白了，我们帮助别人是帮助自己。啊，成就别人是成就自己。啊，我这一生没有这个机缘，但是我会帮助别人。啊，可是这因果同三世嘛。到下一辈子我的人生在修行，就很多人帮助我，道理在此地。 啊，那么我如果处处的时候嫉妒障碍的话，来生就这个路就走不通了，太可怕了。啊，这叫三世因果，你要懂得的时候，人明白伦理道德，不会作恶；懂得因果报应呢，不敢作恶。啊，这古圣先贤呢，这个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重要啊！啊，这个东西能够有效果的推动啊，世间好人多。好事多啊！啊，要懂得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个逆境卧云不生成慧，在这个里头断这个愚痴，断成慧，修忍辱波罗蜜啊！啊，没有一样不能忍。常常想到一切人、一切事、一切万物都是佛菩萨，所以佛讲得好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如果
我们真的明了这桩事情，世尊所讲的我们接受了，我们相信了，我们承认了，你愿不愿意得罪一尊佛啊？现在这一尊佛呢，他饿着肚子，你供养他呢啊，你还是忍心看他继续受饥饿啊？这就在你看你怎么做法了啊！你就想到我将来的果报是什么，冷静一想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要想法缘殊胜，没别的，广结善缘啊。我自己前生修的福薄啊，所以这一生当中啊，命里啊没有财富啊，啊，算命看相财库空空啊，啊，要收贫穷下贱的果报啊，所以这是难得的呢。过去生中与佛有缘啊，遇到三位真正的善知识啊，叫我补课啊。过去生中没有修的，这一生好好的修，把它弥补过来啊。没有财富，怎样弥补财富呢？修财布施，能力很薄弱啊！我跟诸位讲过多少次啊？啊，修财布施我很困难啊！啊，自己生活是勉强可以维持，没有多余的钱啊！啊，所以张家大师给我说，一块钱也没有，哦，这个有，一毛钱也没有，从一块钱、一毛钱学布施。啊，真的越施越多啊，越多越施，你的财用啊不缺乏了啊。无论用多大的这个财物，真的叫心想事成啊。发布施增长聪明智慧啊，无微不食得健康长寿啊。老师教我这三个方法，我很认真去做啊，但是我并没有求财富，也没有求聪明智慧，也没有求健康长寿啊，没有这个念头啊。可是果报的时候自然现前啊，让我们呢对佛法了升起坚定的信心，没有疑惑了啊。凡是犹疑不决的这个原因呢，第一个是善根薄，第二个呢是没有遇到真善知识啊，或者是遇到真善知识没有认真好好的学习，这真的啊。亲近张家大师人很多啊，亲近李老师的更多啊，啊，几个人的利益呢？相信的人得利了，依教奉行的人得利了啊，天天跟着老师啊，没有真正依教奉行，依旧不得利
后面一个问题，他说：“请问，和谐社会应如何营造？”我们在汤池做了个例子啊，我们提出来，从我心做起，从我身做起，从我家做起，从我道场做起啊，然后扩大呢，从我这个地区做起，就会收到成效了啊。怎么做法呢？要百分之百落实三个根啊，这三个根呢，从我心做起啊。啊，这三个根大家都知道啊。啊，那你要问，能不能讲得更具体一点？具体一点，我早就讲过了。啊，第一就是学谦卑。要知道谦卑是信的，诸佛如来对什么样的人都谦卑。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释迦牟尼佛徒步啊，遇到什么人？有乞丐，乞丐讨地点饭，看到佛的时候拿这个饭来供养释迦牟尼佛啊，那个菜饭怎么馊了，坏了啊，味道都很难闻了，这是他唯一的这个财物啊啊，他把这个供佛，佛欢欢喜喜接受啊，为他佩服啊啊，佛菩萨罗汉都有能力啊，把你收的东西，坏的东西能够转变成最好的，富有能力 啊，一切法从心想生 啊，乞丐没有福报啊，偷来东西很快收了，佛菩萨有大福报啊，他接过来的时候就转变变成好的 啊，这个不是有意的，自然所以境随心转啊，啊，第一桩事情，我们从看到，这是近代人啊，抗战期间的时候，景山寺的妙善法师。一般人称叫金山活佛啊，他就有这个能力啊，肮脏的东西拿的时候，别人吃的时候决定生病，他若无其事啊，他有这个能力，没有别的，心清净啊，清净心能转境界啊，心清净了，没有一样不清净，这个道理要懂啊。我们最近看到这个夏威夷的啊，古老的心灵疗法，它的理论方法跟佛法相同，而且在方法上
跟我们念佛这个法门呢，可以说完全一样。啊，为什么它灵，我们不灵呢？那你要看看清楚它的报告。啊，它最重要的是，自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产生效果。啊，自己清净心不能现前，你影响不了别人。啊，所以他治病，治病都不需要跟病人接触。啊，拿到病人的病历，啊，等于说我们讲，我们念佛给他回向，真理。啊，可是得很有耐心，要有信心。啊，就能把人的病治好。哎，他说治好别人是先治好自己。啊，自己治好了，别人病就没有了。啊，治那么多人，从来没有跟病人接触过。啊，他拿的是病人病历，那我们今天是写上一个长生牌位，啊，供牌位。我们天天以真诚心、清净心，啊，这个不断的啊修忏悔法，啊，这个回向诸佛给他，就会起作用。道理完全相同啊！啊，那么最怕的，他也讲啊。啊，用现在的话说了，我们自己最大的恐怖分子是什么？是自己的烦恼习气啊。这个东西很麻烦的。啊，他讲得很具体。啊，讲到是什么？讲到我所有一切不善的记忆啊，我们常讲，你这个良心心里头啊，都装起别人不善的啰嗦啊，净记什么？记别人的过失啊，记别人的造业。你记这个干什么？记这个呢，变成自己啊，心里面全部都是恶业啊！所以他说，必须啊，把这个记忆啊销毁掉啊！这个他说的，就是我们佛法讲的阿赖耶里面落谢的恶习种子啊，这是佛学的术语。怎样把阿赖耶里面不善的这些习气种子把它通通变成善良的呢？这就是佛法里面讲的转舍成智啊，转阿赖耶成大圆净智啊。啊，怎么个转法呢？阿赖耶一定要从果上转啊，因上是做不到的啊，八识有因转有果转啊，因上转呢就是第六第七，你从这里下手，这两个转变了，阿赖耶跟前五识啊统统转过来。那我们的下手方法，断烦恼啊，啊，断烦恼就从第七识摩那识，摩那识是四大烦恼常相随呀，你总得把这个四大烦恼淡化，啊，这就从我心做起，啊，头一个是我见，我见什么？执着这个身是我。啊，执着外面是我所有的
这是错误的。啊，这个执着让你生生世世脱不了六道轮回，你的麻烦大了。叫我执啊，你看《金刚经》上所说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头一个要破我执啊，啊，知道没有我，身不是我啊，什么是我呢？心是我。哦，这个心很难懂，心在哪里？变法界、虚空界就是一个心，这非常难懂啊。所以你首先肯定这身并不是我，我要为他造业了，那就错了啊。那么一般人啊，稍微智慧高一点，知道身不是我，身有生死，灵魂是我啊，灵魂不死啊，身体这个坏了之后，灵魂又去找一个身体投胎去了啊。这个现在连外国人也懂得了啊，灵魂是我，身不是我。佛法讲灵魂也不是我，灵魂是见分呐。啊，见分从哪里来的？自真分变现出来的啊，自真分才是我啊，能变呐。啊，见相两分是所变呐。啊，见是精神，相是物质身体，这都不是我。佛法讲的灵性啊，心性才是我啊，明心见性那就成佛了啊。你本来是佛啊，怎么个转法呢？看一切众生都是佛啊。所以佛在戒经上讲的两句话好：一切众生皆是我，过去父母，未来诸佛。那么你对所有的这个众生呢，你能生起恭敬心，你能生起孝顺心，这是菩萨啊！菩萨真的是这样的。佛这两句话不是比喻，是真的啊！一切众生，蚊虫蚂蚁啊，魔鬼地狱啊，跟我们什么关系？都是过去生中啊，无量劫前的过去生中啊，家亲眷属啊。啊，他现在堕落了，到这个地方啊，啊，他都是佛啊，啊，佛迷惑颠倒，迷失了自信，造作恶业，变成这个样子，啊，觉得真的是我们过去父母，未来祝福，啊，可是佛说这个话了，在过去有用，过去大家非常尊重。现在人听了之后笑一笑，为什么呢？根本就不孝父母，根本就不相信祝福，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啊！这个就叫佛法叫一禅体，没有善根的人啊，佛能不能帮上忙？帮不上忙。哎，他一定造业，他一定堕落，堕到地狱，那受无量劫的苦，受尽了苦了，他有一天回头了，佛就来帮他啊！这叫佛不度无缘之人呐！啊，这他不能接受啊！啊，你给他讲因果不相信，他说你迷信，那你有什么法子呢？啊，所以首先第一个要自度啊，我相信先度我自己。啊，别的人呢，看他越能不能接受，能接受帮他，啊，不能接受啊，恭恭敬敬的对他，啊，我们过人学过人，啊，过人有过人的因缘果报，
所以这个断烦恼，头一个要破身见。啊，我爱是贪，我痴是愚痴，我慢是属于嗔恚，啊，是傲慢的。啊，这个三毒烦恼啊，贪嗔痴啊，是摩那识的里面根本的烦恼。啊，破我慢，那就是要修谦卑，谦卑是对治我慢的。啊，佛谦卑，你看孔子谦卑，你在《论语》里面看到，啊，对待贫贱之人、没有地位、没有财富的人，都非常恭敬，都非常有礼。啊，这个夏威夷土著的报告里面，什么时候你自己修得清净心，你这种就是这个帮助人治疗的时候会产生效果呢？你自己必须把你自己的心病治好了。啊，这心病治好怎么晓得治好了？他知道，第一个，你会爱一切众生。不管是有情无情，啊，你真爱他，啊，有情我们讲是动物，无情花草树木、山河大地，啊，就是我们常讲的，爱心遍法界，善意满娑婆，你真到这个地步了，啊，第二个呢，无论对待什么人啊，对待人事物。啊，对人、对事、对物，物是讲一切万物，啊，动物、植物，啊，你一定是谦卑、有礼，他只加这三样，啊，你这个，你给他这个祝福的时候会产生效果，啊，那我佛法来讲呢，你给他回向啊，他的受用。如果你没有做到这个功夫，啊，你的爱心呢不是真的，你的爱心是有局限的，啊，很小，心量很小，啊，你对人不知道谦卑，啊，没有礼貌，你的回向没用处，不产生效果，啊，所以这份东西值得看看，值得做参考。啊，他虽然不是佛法，但是跟佛法讲的意思相同，理念上最重要的一个，这个世界是我们心想而生出来的，不是真的。啊，他说是我们的心想啊，反射出来的现象，啊，不是真的。所有一切问题不在外面，问题在自己。所以只要把自己的心治好，外面问题就解决了。啊，那么特别重要的，决定不能用嗔恚心待人，决定不可以用嫉妒心待人。啊，你要是嗔恚嫉妒时，你必堕地狱，佛救不了你。啊，这个嗔恚嫉妒的时候，你所在佛门里面所做的一切是一点功德都没有，这个要知道，你所修的是福德啊，就跟梁武帝一样嘛。啊，你们想想看，梁武帝当年是佛门大护法了啊，他以帝王之尊给佛教建了400多个寺庙啊，非常欢喜人出家啊，出家人他都供养，供养出家人几十万人呐，啊，造400多个寺庙，规模都很大了。
那时候正好大摩祖师到中国来了，哎，跟梁武帝见面了。梁武帝很夸耀啊，啊，我在佛门做这么多好事，啊，你看看，你说说看，我的功德有多大？这什么傲慢呢？不一点不谦虚啊！大摩祖师跟他讲的是，并无功德。这下他生气了，把他赶走了。啊，那就大摩祖师到中国来，梁武帝没护持他，跑到少林寺去面壁。啊，在少林寺面壁九年呢，等待一个回扣，把法传给他。大摩祖师讲的话是真话啊！你所修的功德是什么？你只要傲慢心起来的时候，功德就没有，火烧功德林，烧光了，你哪有功德了？所以一个脾气一发的时候，功德全完了。这个要知道，你要想把功德保持住，不要发脾气啊！你说你修集有多少功德，想想看什么时候没发脾气，到现在算。如果昨天发了脾气，那么你这功德只有几个小时。啊，临终一发脾气，全没有了。火烧功德林啊！佛在这个经教里头不断地在提示啊，我们要有高度的警觉，所以忍辱能成就功德。啊，布施啊是在那里造福。忍辱能成就啊，修布施不能忍辱，变成世间的福报。啊，三种布施有三种果报，福报啊，不能了生死，不能出三界啊。那我们知道，修行人最怕的、最严重的，就是嗔恚、嫉妒、傲慢。啊，有这个念头的时候，你自己就知道，啊，这一生不能成就。要想这一生成就，这一生往生，这是一定要把它解除。啊，自己一定要小心谨慎。啊，所以这个夏威夷这份报告，我相信对大家会有帮助。啊，他没有别的，就是叫你对任何人、对任何事物，就是一个真诚心的感恩、爱心的祝福啊。那我们想到的时候呢，真诚心是慈悲，是这个菩提心啊，菩提心、慈悲心。你来念这一句佛号，用这一句佛号来给别人回向，给别人祝福啊，自己念到真诚慈悲显现了，这个效果就出现了啊。好好的做啊，我们所看到的过去现前念佛往生的人，他修多长时间呢？三年到五年成功了啊！所以时间是来得及的，要真干啊，把自己的毛病改过来啊。下面呢是中国同学的提问。第一个问题，他说：“请问建立城隍庙应该起什么名字才如理如法，更有利益和意义？”城隍庙是轨道里面的县市政府，你说你给他起什么名字？
都是用地方的名称的。啊，如果在香港，啊，香港城隍庙；在上海，上海城隍庙；在南京，南京城隍庙，这就对了。啊，用它的地名。啊，城隍，在这个卧轨道里面，就是这个地区的首长，啊，县市长。啊，这个要懂得啊。第二个问题，他说黑龙江啊，佳木斯地区干旱很严重，已经有连续50天没下雨。现在庄稼了正在开花的时节，如果再不下雨，恐怕老百姓今年会很难过了。所以居士们和一些老百姓发心想设万人斋求雨，但不知道怎么做，应该在什么地方做，请老法师开始。这一桩事情呢，可以学习莲池大师。啊，莲池大师有一次也是遇到干旱，啊，地方的县长，啊，带着一些士绅呢，来祈求啊。莲池大师啊，帮助大家了来祈雨。莲池大师怎么个做法呢？带着这个出家在家的同修，就在这个田地上、田野里面呢，就是一句佛号，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啊，就在这个田边，这个绕佛在这边念，真的就下雨了。啊，所以这个祈雨不需要用祈雨那些形式。你看老和尚的时候，只是一把引擎，啊，一个木鱼带着大众啊，在田里面走。所以是沉在里。诚心呢，就会有感应啊。那么这个事情，好像在这个《住床随笔》里头有记载啊。这个方法简单啊，也很容易做啊。诚心诚意的，我们相信一定会有感应啊。那么，希望在这灾难地区呢。最重要的人心要行善，回心向善，决定不杀生啊，最好能够啊素食啊，念佛会有感应。第三，就是道场来了一位修学的居士，此人呢发出的磁场让与他接触的人修学懈怠啊，妄想纷飞，同住一室的同修大多数生病，有的修学时发现有很多外道跟了回来，这个个头不高啊，蓬头垢面，使他们无法专心修学，寺院方丈啊现在也在生病入院，同修们心里很急，不知道如何处理，请老法师开示啊。那么这一位修学的居士可以请他离开啊，这个好好的跟他讲啊，请他离开就好，除这个没有别的办法了啊。这个问题出在他身上啊，他这个一定是有一些附身的啊，冤亲债主跟着他啊。那么这个道场没有办法帮助他啊，可以请他离开啊，这样就好啊。自己的时候要如理如法的修学啊，自自然然，真有功力的这就不会受他影响啊，还会受影响，那只有愿力。
下面一个问题，他说：“请问如何克服嫉妒心？”这个地方有理有事啊。理论上讲，嫉妒是从嗔恚呀出来的啊，它是属于嗔恚的一部分，是很严重的一部分。嗔恚嫉妒，果报在地狱。如果你要常常想到这个事情，我应不应该再生嗔恚嫉妒了？啊，也就是说，愿不愿意堕地狱？这个是要自己认真去思维、去观察。啊，那么第二个呢？从事上讲，嗔恚嫉妒心对别人伤害不大，我常常讲只有三分，对自己伤害七分。啊，因为嗔恚嫉妒会把你这个内在里面的贪嗔痴啊加重了很多。那换一句话说，在这个时代上，很多啊这些疾病啊，你就很容易感染。要说你里面有病毒啊，外面在于这个病毒，你很容易感染。那换一句话说，嗔恚嫉妒的时候，你的寿命不会很长啊。所以你伤害别人少，伤害自己多啊。尤其是最近我们看到这个国际卫生组织的报告啊，上一次我也跟诸位提出了，好像在70年代，他们发现将近30种新病毒，啊，过去没有的，而最近5年呢，居然发现了有1100多种新病毒，啊，这个新的病毒啊，现在还没有药物来对治，所以提出警告啊，让大家小心谨慎的预防。那么这个瘟疫可一爆发，可能是全世界啊，有这个预告啊，所以要晓得嗔恚是要送自己命的啊，害不了别人啊，真的害自己，不会害别人啊，对别人障碍不大啊，别人有福报，如果你的嫉妒嗔恚能把它障碍住了，那你的能力大了，佛菩萨都要拜你做老师。为什么呢？你能够啊，转违背因果啊，就是没有因果了，这还得了吗？佛菩萨不能改变因果，你能改变因果，他有福啊，我让他没有福，这还得了吗？佛菩萨都做不到啊。你看有福报的人，他造作种种恶业，他福报大啊，那些阎罗王鬼神也在旁边看着，等到他福报享完了，再来给他算账。啊，你有什么能力？这个嫉妒障碍能够把别人福报毁掉？不可能呐！啊，所以嫉妒障碍，无论从理上讲，从事上讲，对自己啊，实在是大害处啊！啊，这个要知道。转变过来，看到别人有好的时候，能生欢喜心啊，能够随缘啊，随缘是大福报啊！啊，有能力帮助他啊，这是你随喜的功德，在佛家普贤十愿里随喜功德了。没有能力的，我赞叹。啊，赞叹也是随喜，啊，也是有很大的功德，啊，不可以破坏，不可以障碍，啊，不可以用嫉妒，啊，所以说是佛是魔，是天堂是地狱，
都在你自己一念之间，决定跟别人没有关系，要很小心很谨慎地来学习。下面一个问题，请问佛起打坐有什么意思？这个没有特别的意思，佛起里面的仪规多半都是调身，人惊醒走累了叫你坐一下，所以叫止静，坐一下让身体休息一下，那么止静的时间不会太长，稍微休息之后，后的时候再叫你再进行，所以佛起里面呢通常都是拜佛，精行止静这个方法来调身，心里面只有一句佛号，用这一句佛号把一切妄念打掉，佛起学习的目的就是弥陀经上的一句话，一心不乱，一心是定，不乱是禅，不乱就是不受外面境界干扰，这就不乱，所以他还是修的禅定。第六首，在家修行时面对种种考验，如何能令了生死出三界的心不忘失？那就是你对于诸法实相要有相当的认知，那么这一点呢，一个是叙事的善根，一个是这一生的这个经教的学习，如果过去生中没有善根，就好好的学经教弥补我们的善根，也能够说增长我们的善根，我们真的明白了，知道人一生是在讲时间很短暂，造恶业是错误的，应当做一点好事，为什么呢？这一生短暂呢，往后时间长远，要为长远呢来打算，不要斤斤计较着眼前这短短的数十寒暑，这个就错了，所以能够看了解这些事实真相啊，我们了生死的心呢就非常恳切了，面对着环境的这个考验你才能够通过，这就常讲的顺境不贪念，逆境不生嗔恚，保持一个平常心，保持一个清净的头脑，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常常想着佛这个教诲，我们的心就能恢复到平静。底下一个问题，他说弟子是做旅游工作的，有人给我们揽业务，我给他业务费，这个业务费是叫做回扣，这样犯戒吗？你有没有受戒？如果没有受戒呢，这个不是犯戒，所以这个要知道，那么现在这个回扣好像每个行业都有，已经变成一种习俗了，大概你要是不肯给回扣可能人家就不帮你揽生意了，
啊，那你想继续经营呢，你就不能不随俗啊，现在是这个环境嘛，你随俗啊，那希望你对这些人说，你也有好的东西帮助他，把佛法介绍给他们啊，这就很好啊，送回扣啊，还送佛法啊，你度他。那么你经营这个生意所赚的钱呢，多做一些好事，你像这个旅游的，办旅游的业务，这是一个很好的机缘。应当懂得机会教育啊！啊，这些旅行的人多半都是会参观啊，寺院、庵堂、宗教的这个地方，啊，你应当把正确的理念介绍给他，那你就做好事。啊，你在这个地方做弘法利生的工作了。第八个问题。浙江省浦江县及上海市等地区，有些同学常常买油、米、饼干等粮食，以火烧化，供养无形众生吃。有些人认为长期下去，烧掉这么多粮食太可惜了。中国有些地方的人还没得吃，请问老法师，这样的火供如法吗？我同意你的看法。供养鬼神这些饮食不必烧掉，不会烧，不要烧，烧掉。鬼神烧掉他也不吃，啊，他也吃不到，啊，这个道理你要懂。啊，供养鬼神之后啊，这些事物可以布施给贫穷的人，布施给需要的人，命养两利呀，啊，不可以用这个方法。这个是错误的，啊，这个也破坏佛教的形象，啊，实在讲，佛教里头本来没有这些东西的，啊，佛教里面做超度的法事是随缘的，不是佛门有这个东西。佛陀在世一生从来没有做过一次法会，没有做过一次超度，啊，这个不可以不懂，啊，这是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一些祖师随俗，啊，原本是附带的，现在变成主要的，啊，从前主要的是讲经说法教化众生，现在宾主颠倒，啊，讲经说法教化众生没有了，啊，完全为这个恶鬼道去服务了。那么你想想，为恶鬼道服务，你将来到哪里去？肯定到鬼道嘛。啊，人到六道投胎，业力牵引呢，不是别的，啊，就是你的习气。你常常喜欢跟他接近，将来就入了他的俱乐部了，就这么个道理啊！啊，那你要跟佛在一起，佛是天天讲经说法，天天教学，啊，这个道理不可以不知道。下面一个问题，请问应如何为恶鬼道众生施食及因供才如法，不至于招引反效果？帮助六道众生最重要的就是真诚啊，自己心地清净
你没有这个功夫啊，他得不到。帮助人都办不到，你怎么有能力帮助鬼神？啊，我们今天三时七念的法师帮助鬼神，主法的和尚没有这个功力，但是做这个佛事还是有效，效果在是大众的力量，不是他个人力量啊。如果个人真有道心的时候，不需要大众力量啊。你们看《隐尘回忆录》，谭旭法师讲的故事，这他在没有出家的时候，他们三个的朋友啊，合伙开个中药店。啊，谭老法师常讲啊，啊，当中有个姓刘的刘居士，啊，天天都楞严经，啊，就一部经，楞严都八年，他这个标题是“八载寒窗读楞严”，啊，一个人一生当中学一样的，他心是定的，八年，他心就很清净。这就是功夫啊，没有杂念啊。啊，你看他做超度佛事，啊，真超度了。啊，中午生意很清淡，没有人上门，他们在柜台上打瞌睡。他做了个梦，啊，这个梦很清楚，啊，不是模模糊糊的。有两个人到他店里来了，哦，他一看，他很害怕，为什么？这两个是他冤家，他们为了小事情打官司，他打赢了，这两个人呢上吊死了，啊，为这段事情他也很后悔，啊，不应该给他们争这一点小利的时候，让他们两个人自杀了。现在看着两个人来了，晓得这两个鬼进来了。可是看他的样子很安详，啊，并没有恶意，走到他面前跪到地下，他就问他，你们两位来有什么事情？他求超度，他心就放心了，啊，不是找麻烦了，求超度。他怎么样超度法呢？他只要你答应就行了，没问题，我答应你，啊，看到那两个鬼啊，踩到他的膝盖，踩到肩膀，升天了，什么仪式都没有啊，自己有功力了啊。他这是靠什么力量啊？八载八年念楞严经，这个功德啊。这两个走了之后，又看到两个人，一个妇女带个小孩，一看他前妻死了的这个太太啊，跟他一个小孩啊，走到面前也是跪在面前求超度，啊，他答应，就看到这两个人也是踩他的膝盖，踩他肩膀上天去了。你就晓得，真的，古人讲的不错啊，行有不得，凡求诸己，只要自己做好了，你就有能力影响别人。啊，有能力帮助六道众生呐，啊，一点都不假了。你要真有真实这个修行功夫啊，啊，你没有功夫，还有烦恼，还有习气，还有贪嗔痴慢，还有自私自利，这不行，啊，这个完全是搞形式，啊，连鬼神都瞧不起，啊，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没有功夫。从前李老师讲真诚心啊，还有作用。如果心底连真诚都没有啊，那就没有作用啊。这个
这个施食供养的时候啊，都没有尊重心，很草率，很随便，这个会引起反效果。为什么呢？得罪鬼神，让鬼神都瞧不起你啊！所以这个道理理事都要明了。下面一个问题，这里有一位师兄的父亲呢，生前没学佛，过世不久之后告诉这位师兄，因为自己没有皈依证，所以不能进入比较好的地方，现在投胎当畜生，并且要求师兄啊，在他投胎畜生后要帮助他皈依啊，以后才能去好地方。请问老法师，皈依证是否像通行证呢？这个通关的秘语，即使生前没学佛，有了皈依证呢，啊，自能投生到善处。这个有道理啊，这什么道理呢？习气，他有这个执着啊，你满足他这个要求啊，他真起作用啊，他有这个执着。六道众生啊，在六道里面的轮回呀，完全是执着，没有执着，六道就没有了啊。这个道理啊，我们讲的很多啊，分别妄想是四圣法界，分别妄想没有了，十法界就没有了啊。所以他有这个执着的时候，那我们就随缘满足他啊，这样就好。下面是网路同修啊，他提的问题，第一个，他请问老法师忍耐的真实含义。他底下有三个小问题。第一个，是否遇逆境呢，都是因为顺从才叫忍耐？第二个，他请问相愿与忍耐的差别在哪里？第三个，应用何种心态才能达到忍耐的境界？佛法里面讲忍辱波罗蜜，忍辱是要用清净心，是要用真诚心，还用感恩的心，你才能修这个功课啊。这是菩萨六门功课里面的一门啊，不是一昧顺从啊，一昧顺从啊是错误的啊，要用智慧，该顺从的时候要顺从，该回避的时候应该回避啊，但是决定是修清净心啊，这个忍耐要不生嗔恚。开始是修忍，啊，勉强的人啊，忍让啊，功夫成熟之后呢，就不是忍让，礼让，啊，那就进步了，啊，忍跟让，决定是连在一起。他不与人争，冲突矛盾就很容易化解啊。如果说不能让，这个人是很难受的，人是有极限的，到忍无所忍的时候就爆发了，那个麻烦就大了啊。所以要懂得人有限度啊，一定要把它化解，这就对了。那么真正的含义，忍是
得定的前方便。啊，你看这个六度的顺序，不是直接忍辱，不忍你就不能精进，也就是说你的功力就不能提升啊，功夫提升的时候你才能得三昧，禅定是三昧啊，定功达到一定的程度啊，他就开始会啊。刚才我们举的例子啊，刘居士霸宅寒窗读楞严，他有相当的定功啊，八年用心在一部经上啊，妄念少啊，起心动念都想到楞严经上了啊，所以这些鬼神知道他有这个能力来求他，他没有这个能力不找他啊，这个要知道啊，道场也是如此，这个道场真正有道，鬼神来找你啊。我们过去在台湾啊，这个华藏图书馆，那个韩馆长啊，他在管理啊，常常鬼神找他了啊。最明显的是有一年过年，大年初一啊，早晨起来的时候啊，接到一通电话，鬼打来的，求超度啊，声音非常凄惨。那大年初一，你说这是糟不糟糕了？你忌讳这个事情啊！啊，所以他就很生气，啊，馆长很生气。他的儿子接着听，高贵明接着听，听的时候告诉他妈妈：“哎，他这个事情真的不是假的。”啊，他说这个小孩的时候是小孩，不是大人，声音非常凄惨，求超度。啊，这电话放下了，到图书馆来。一到图书馆来的时候，有个同修带了一个妇女，啊，真的来求超度。馆长一下就一惊，他就问他说：“是不是女孩？”他说：“是的，好像是个小孩，十一二岁的，没错，被车祸压死。”哎，你看看的时候，所以我馆长他就问我了，他说：“我说是啊，这个只有你做主啊，他怎么能叫别人做主？别人电话打给别人没用处，只有找你啊！啊，特别给他做一趟佛寺超度啊！大年初一，本来我们过年绝对没有这个事情的啊，这是一桩事情。”啊，第二桩事，这是我明显我清楚的啊，这事情很多，在这个非常这个罕见的例子啊，我就记得印象深刻啊。我们到中国大陆旅行，在长春啊，住在这个旅馆里面，我们晚上睡觉都很舒服，一点事都没有，他一晚没睡好觉。第二天要早起来要搬家，这个旅馆不能住，怎么的不干净？我说很干净啊，那不干净啊，鬼很多啊。他晚上做噩梦啊，受到干扰，很多很多的鬼啊，都是这个断手的、断脚的。没有头的啊，我就知道了。战争里面的时候受得了苦难，然后我们都没有，就他一个人呢。他就问他为什么找我，我说一定是请你做超度，你回到台湾去之后的时候，给他们列牌位做一趟佛寺专门超度的。
求他来的啊，他不找别人呢，他不找我，要找我，我要想这个让他做上法事，他不会答应的，所以只有找他自己，他相信。这个道场真正有修行人我们这个讲经道场这么多人在一起修行，念佛堂这么多人，只要有一两个真正诚心，就会有感应所以我们对于每一个同修都要尊重那个真正修行人，真正是这个有道行的人，在我们这常常的时候，肉眼凡夫不认识往往轻慢了那济公活佛，他当年在庙里头没人瞧得起他，疯和尚疯疯癫癫的。金山活佛在金山寺也是如此，谁瞧得起他？真有道行所以是真人不露相无意当中得罪的时候，自己罪业很重他不会怪你的他若无其事可是自己责罪。明理的人呢，对于任何一个人都谦虚都恭敬，他给你种福了确确实实吉凶祸福都在一念之间下面一个问题，他说：“弟子发愿出家后，淫欲心越来越重，难以消除，促使我去做这些淫欲的事情。他弟子知道这样做是错误的，但是没这样做又很难受，于是越来越退转。请问弟子以前累世造了什么业，种了什么因，今世得这种报应？”没错。你要问过去种的是什么因，佛说了，你今生受者就是的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这个话说得好佛教给我们对治这种毛病修不净观，你可以去看一看《安寺全书》里面，它一共有四种，欲海回框就专门讲这个事情，有许多对治的方法可是最重要的是自己要有高度的警觉性为什么呢？这个堕地狱常常想到地狱苦，你就真的能回头了宋朝迎科法师犯戒破斋，他念佛能够往生，三天把阿弥陀佛念来，没有别的，他就是有个强烈的念头，地狱苦，想到地狱苦的时候非常恐怖所以同参道友教他念佛，他就真干三天三夜不睡觉不吃饭不喝水就是一直把阿弥陀佛念到的真的阿弥陀佛念来了这是什么真诚心
不为地狱苦的心，他也是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啊。啊，阿弥陀佛真来救他，这不是假的。啊，佛来了告诉他，你寿命还有十年。啊，你好好的修，十年之后我来接引你。啊，他就告诉阿弥陀佛，我的业障太重，经不起诱惑。啊，境界一现前，我又要犯罪。那十年我不知道造多少罪业，我十年寿命不要了，现在跟你走。啊，阿弥陀佛，也通情达理，就答应他了。好，三天之后接引你，他没生病，三天之后真往生了。这个在《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都有。啊，都值得你参考。下面一个问题，说弟子的表哥认为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既然一切法都是假的，就不用太积极争取什么了。表面呢与世无争，却生活得很不积极，也没有责任感。请问老师，这是否对佛理啊，对佛法理解错误？应如何导正表哥的观念？确实。这个理解错误啊。那么要修佛呢，要好好的学经教啊。这一句话啊，这是《金刚经》的四句偈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帮助你看破啊。看破是法，积极佛法，你才能成就啊。如果你是法看破了，什么都消极了，你将来还是受业力主宰，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啊，父母养育你有大恩大德了，你在生活上消极没有责任感，你这大不孝啊。啊，不孝的罪就在三途啊。那么你学佛最后学到三途，你错了啊。而且怎么样呢，也破坏佛教的形象啊。佛不是这样教人的，佛教你修敬业三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没有叫你消极 啊。修这些法你不执着，那就叫佛法。你要执着呢，执着是世间善法。金刚经是叫你破执着的啊，就是叫你放下妄想分别执着。金刚经目的在此地啊，断一切恶，修一切善，不执着，不分别，不起心，不动念，这是菩萨了。这个道理要懂啊。第四个问题，由于客观条件所逼迫啊，挣了一些啊，是昧心钱，请问把挣得的钱拿去孝顺父母，能免除罪过吗？
这个要真正修忏悔法。为什么呢？这个不干净的钱供佛，佛都不收。啊，敬父母，父母要是知道，要是个明理的人，他也不敢接受。啊，所以你要真正修忏悔，把这些钱去布施给贫穷的人、有灾难的人，这就对了。啊，现在灾难很多啊，啊，你帮助这些灾难的人，求财一定要用正当的方法。啊，如果是用欺骗众生的方法，带来的钱都是造孽。啊，这个罪过很重很重。啊，必须要知道，你要想发财，发财你就恭恭敬敬的，依照佛的教诲，你修财布施。啊，你不要着急，真的是越施越多。啊，这个报应不是说我今天修了明天就带来了，没这回事情。啊，诚诚恳恳地修，感应快三五年，慢十年八年，你的业才能转得过来呀。啊，不是立刻就能得到。啊，你种一棵桃树，要想收这个桃子也得三年呢。那不是种下去马上就长出来，没这个道理啊。啊，继续不断地去耕耘，啊，读了凡四训，你去读于今意欲造生记，啊，去读感应篇，因果报应的这些理论与事实，啊，你多多的读啊，慢慢的就了解了，啊，怎么样消除罪业，啊，怎么样呢改善自己的环境。嗯，第五啊，请问如何如理如法的教育好孩子？先把自己教育好，你的孩子一定好。啊，为什么呢？孩子心目当中，父母是最尊贵的。啊，父母是他的偶像。啊，所以中国这几千年来，啊，圣贤所教诲的，都叫做母亲的人去学太姜、太师啊、太人啊，这三位妇女把小孩都教成圣人啊，圣贤是教出来的啊。太姜的儿子王吉啊，他生的三个儿子都是神人啊，太伯、钟嵘、王吉三个儿子都是神人，孔夫子非常赞叹的啊，敬佩的啊。太任啊，生文王啊，大神人啊。文王的夫人太姒生武王周公，都是圣人。所以中国啊，中国人自古以来称妻子称太太啊。为什么称太太呢？希望自己的妻子去学太姜、太任、太姒啊，儿女啊都教成大圣大贤，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太太的称呼意思很深很深啊，希望你做圣贤人的母亲。那么现在呢，
摆在面前的啊，真正能把小孩教好，就是自己把《弟子规》啊百分之百的落实，你的孩子自然好了。啊，自己不能落实啊，要求你的儿子去落实啊，不可能的，他不会相信。这么好东西，你为什么不做？啊，你要我做，你自己做不到，他不相信。啊，所以一定是先要求自己做到，啊，再自自然然的会影响小孩。第六，请问如何学习地藏菩萨解救地狱众生的方法，帮助今日全球气候快速上升的危机？我们也想到这个问题。你能够专心学习地藏经，地藏经的精神，真诚心，孝顺父母，从孝顺自己的父母扩大到孝顺天下人的父母，这个功德就大了啊！孝养父母是事出事发的根啊，所以佛法的修学根本就是地藏啊，地是比喻大地，藏是宝藏啊。啊，佛用这个来比喻我们的心啊，心地啊，心地里面有无量的宝藏，这个宝藏就是智慧德相。华严经这样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这是我们心地宝藏。用什么东西来开发呢？用孝敬，就是孝亲尊师，能开发自信，啊，无量智慧，无量德能相好。如果修学这个法门，这是提倡孝道，提倡师道，孝顺父母，尊师重道。这个世间人人人都能这样做，灾难统统没有了，全化解了。啊，为什么呢？境随心转呐。啊，那你晓得我们今天这个灾难从哪来？不孝父母啊，不敬师长啊，不尊重贤人呐。啊，灾难是这么来的。这是所有一些灾难真正的因呢，啊，要从自己做起，啊，找一些志同道合的，一起来修，啊，修学的人越多，那这力量越大。底下一个问题，他最近在网上得知老法师有老人福利事业的构想，请问万姓先祖纪念堂是否也可以附设在其中？可以啊，应当附设在其中啊，因为老人的最重要的就是要帮助老人学佛，帮助老人念佛往生，这是真正的孝道，这是孝道达到究竟圆满啊，所以有祖念堂，祖先纪念堂，天天跟祖先在一起，天天跟佛菩萨在一起啊，这是晚年呢最幸福美满的生活啊。那么这个祖先纪念堂，这些祖先的牌位现在我们已经得到完整的资料了，有23000多个姓氏啊，现在我们在这做啊，用电脑的时候先做成一个样本啊，将来
哪个地方要用啊，都很方便啊，我们可以送一个光碟啊，你们场地这个大小，然后你们就放大啊，都会这个收到很好的效果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